日前，德国科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快的蚂蚁撒哈拉蚁。这种蚂蚁能够达到秒速47步，相当于人类以时速360英里、579公里奔跑。撒哈拉蚁以惊人的47步秒速加冕为世界上最快的蚂蚁。这个微小的生物每秒爬出的最大距离是其自身体长的108倍。领导这项研究的德国沃尔姆大学的哈拉尔德·沃尔夫教授表示，即使在沙漠蚂蚁当中，蚁也是非常特别的一种。科学家们通过拍摄发现，在撒哈拉沙漠气温达60摄氏度的情况下，蚁奔跑时能够做到六只脚离地。与蚁相比，火蚁的速度是每秒9倍体长，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30英里、48公里。而世界上最快的昆虫能达到秒速320倍体长，相当于人类奔跑时速超过1000英里、1600公里。